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？爸爸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你一天能挣多少钱？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？跟你没关系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告诉我嘛，你一天能挣多少钱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一天赚300。爸爸，可以借给我100块钱吗？如果你问我这种问题，就是想要钱去买玩具的话，那你赶紧回去睡觉，躺到床上好好想想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自私？我今天上班累了，需要休息，没时间陪你玩小孩子的游戏。琪琪，你睡了吗？爸，还没呢，还醒着。今天爸爸心情不太好，刚刚凶了你一下。来，这是你要的100块钱。爸爸，谢谢你。琪琪，你不是有钱了吗？为什么还要？因为只有那些还不够，不过现在够了。爸爸，我现在有300块钱了，我可以向你买一天的时间吗？明天学校开家长会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。谢谢，我先去公司了，桌上给你留了钱，你自己买早餐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还忙，有点事，今晚你自己到楼下吃吧。谢谢，是爸爸不对，爸爸以后多抽时间陪陪你。爸。